你说我朝着这个空投打一发，他会怎么样？哎，今天我们挑战在被誉为吃鸡史上最好玩最快乐的模式，4年前的奇幻大乱斗中选4个相同职业会怎么样？加花机表快速介绍一下这个模式，在这里我没有枪械，而是有4个魔幻甚至魔怔的职业可选。野蛮人武器是一把电锯人不同款大锯，不过加一速且回血，且只有一个技能，那就是喝饮料可以快速回血增加移速，总之就是一个字，砍。刘霞武器是一把名为屠龙者的石头弩，技能圣光术。哎，它可不是一般的闪光，它是可以降低友军所受伤害的真圣光，而且它不会发出脚步声，可以说是六中六。巫师武器是爆裂法杖，这可比法杖好用多了，技能火球术一看就懂。流星雨是可以召唤一小片轰炸区。而最后一位职业则是圣骑士，武器晨星权杖可以给队友回血，给敌人减速，副技分类回收之盾可以击退敌人，而他的技能医疗炸弹太恐怖了，无差别治疗，能奶队友还能奶对手。而我们今天就是要玩个骚的，选四个相同职业，先组一个火枪队四巫师，我们站成一排，任何敌人想过来一人一发，那也是直接拿下。开干。哎，可以摇火力车，哎，我们可以在车上打人。你说我朝着这个空投打一发，他会怎么样？哎，我自由啦！哎，空投被打飞了！哎，快快跑，有另一堆人去抢了！快快快！来了来了！哎哎，这边这边，来二号这，二号这有人在砍他，可以啊！哦，砍了好多发。哦，可以，倒一个，我打到一个，可以，他们最猛的干掉了。苹果后面，苹果后面有一个，在哪？在哪？哦，秒了！这里哎呦，我的妈呀！这个能补掉吗？哦，可以。哎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。Nope。哎，你坚持一下，我反动没子弹了。我这换弹也太慢了吧！哦，可以，牛，还也全杀，救人救人救人！而就在我们全舰一队还没来得及补状态之时，又杀又杀，又来人了！先打状态，先打状态！哎呦哎呦，我被闪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哎呀，什么东西？哎呀，有个电锯！他一个闪光过来就给我们干了，轰炸来了！哎、哇，可能因为我们都要用同一种升级水晶，还跳的野雀都没发育起来呀、啊、而对方则有13、4级，问题不大，这把我们再尝试4只奶妈。这边有人需要帮助，还有一个修理工，要嘎了要嘎了，他还在追，来来来，来这个里面，在侧面，在侧面，在这边回回血 QVO 他，必须让他知道什么叫粘牙。直接跑不掉，他直接被围了。啊！我们三个人奶你一个。三个服务员。这家伙太恐怖了！走。满了吗？楼梯上。好，出。粘他！来了。只要打到他一下，我就。哎，这边还有啥？还有个电锯人啊！来 ，solo。好。哦，我给他挂上减速了。哎，你打他的时候，我也在回血。哎，刘霞死了。我在追他们法师，我们先拿法师。啊，这电锯人，我打他一下就掉7点血。哎，他们奶妈也来了。好，锤死了。没有。啊，还有个奶妈，哇，我没看，真挺大。哎，还有个野蛮人，这野蛮人追不上他呀。算了算了，追不上，我们先回来打这个奶妈。快为他减速了。可以，他走不了一点。我们打这个奶妈。老师过来帮我一下。来了。没记住。进屋了。啊，在我这儿。我他在跟我对殴，在跟我对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在对殴。我脸上，这个应该差一枪，差。他们两队在打。我打。这里有个倒地的，可怜人。先救队友，先救队友。可以。我在救，你们搞错人。谢谢。啊，冲！冲！动了！耶！过来！来了。全体上平，让他上平。
我都写了。你不要写了。哎呦，不行，我们等级太低了，我们战术有问题啊。你在用拳头打，我受不了了。不是，我不是。事实证明，完全发育不起来啊，喂。